我是为了躲你才逃到这里的，为了把你忘掉，所以你不要再来了。我又做错什么了吗？万一他知道我心情，一定会大受影响。这种事怎么能瞒着他啊？我现在正在训练，结束以后再打电话给你。出轨这种事一定要亲眼目睹才算数。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，我就像个大笨蛋。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我要被你解雇了吗？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9点，优频道。